赶来万圣节的世界抓人搞事情，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。你兄弟哈尔莫迪带人抢了我们的坦克银行，我们且能善罢甘休。呵，抢你银行又怎样？既然来了，就别想再回去了。好好尝尝万圣节世界的南瓜火箭弹吧。地球莫迪的两个同伴冲锋在前，不信牺牲了，你等着，哈哈哈哈，谁怕谁呀？来吧，冲锋！我要让他血债血还。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对手，我要用五连发火箭弹打碎你的南瓜头。哎呦，快跑啊！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嘿，我够灵活吧？炸不着我吧？嘿，这该死的家伙太狡猾了。小子，现在要轮到我表演啦！好好尝尝我的厉害吧！糟糕，两门炮被打坏了。这南瓜莫迪真是太可恶了。这回我要瞄准点，不能让他再溜了。哦，炮弹来了，快闪！地球佬，打不着我，生气吧，气死你！莫迪车上的小指挥官下车了，他要去观察一下，看看有什么破敌之策。地球佬，我再给你来一轮炮弹，估计你就差不多该上路了。该死，我就是一门炮了。哈哈，你完蛋了，我要把你给终结了。哼，想得美，想杀我莫迪没那么容易。我去，好险呐。打得你够疼吧。小指挥官一直在边上观战，寻找南瓜莫迪的薄弱之处。他的履带质量好差呀，竟然是用南瓜皮做的。我有办法对付他了。你不是跑得快吗？我打折你的履带，看你往哪儿跑。该死的，是哪个缺德的把我的履带全给打断了。我要把气出在你身上。哼哼，这回你跑不掉了吧，看我怎么收拾你的。这可怎么办呢，动弹不得了。我让你个南瓜坦克再嚣张。旋转木马南瓜莫迪被击毁了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关注比利坦克动画。